了十几张，二十张。是吗？没中。可以。七连胜了吗？七连胜，差一点。差一点。刘某的他微信谁？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等我下播之后，好吧。这个是在美服下的呀 ，AOR 是美服的，美服的，我在玩美服。呀，又给了我他妈蛮王，我也是裂开了。哦吼，但这两张牌可以，好吧。我知道比赛了呀，我没法看比赛，你们知道吗？我也想看比赛，我每天都只有看重播。猪猪就好生气。不能看呀，有版权呀。我操，劫！咋整？我操，劫有点恶心啊！哎，不灭来了，他没了。我想想啊，兄弟们，不急。我想想啊，我想想，我吸不吸他呢？你们觉得？我这回合吸不吸他呢？我欧博印了，欧印可以全解，有没必要？好吧。没必要，没必要接他，说真的没必要。Ready the torches! Look out for Reavers!没必要，这回合没必要解他，下回合直接上他妈艾维尼亚，加一个这个就全解了。先给他急一下，先给这逼来一下，下回合直接把他解了。不吸他呀，肯定不吸啊。我下回上凤凰直接全解了呀，不急的，我直接上凤凰他没了呀，我操，凉的，游戏结束了，两张他不是没的吗？我看一下，他也解不掉我，他解不掉我。
他变不了生涯，他不进攻这逼他妈怎么变生涯？不进攻这逼他妈拿头变生涯这逼。他这是什么呀？他手里是什么东西啊？这波哈杰就死了，这波哈杰直接就死了，杰直接死。这个应该是快速法术对吧？对，快速法术。哈杰还没碰到我，他就死了。我操！汽油。Endless cold, endless peace, endless peace.没事，我还有弹，老大有弹。他一换一还好，而且他不留他妈的打伤害的牌来解我弹，他没了呀？难道说他没了呀？他不留，卧槽，他没了呀？他没了呀？复活了呀？叮叮叮叮。The Prelude Eternal Guardian. In black. 我。他用这个强解你那个吗？哦，这是你的。没有，他已经没了，他已经没了，他已经没有了。得了，他怎么掉？什么 Summer Two Extra？ 什么 Any？ 我不懂，我不管，我不懂。复制的，这是，这是复制的卡牌。但是它是慢攻，这什么意思呢？ Summer two extra copies for air adding。 我他妈直接给他吸掉，他这个法术不就打空气了吗？他就是复制这一只的呀。我给他吸掉，他不就打空气了吗？他的法术不就是浪费了吗？白给。应该是，哎，没错。对，对吧？对，我没错吧？他就是复制那他的那个。那个卡组里面的那一只，单独那一只，其他复制不了，好像。我操，这个来了，下回合可以用。但是我有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Frostable two enemies shuffle anywhere in your deck。就是先把对面的冰住两个，然后把你的冰鸟，再洗回你的卡组之中。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我说的不错的那个的话。把我这个冰鸟洗回我的卡组。对 deck， 我觉得应该是抽一张冰鸟吧。你先冰住对方。没错。Try. 我觉得是抽一张冰鸟到我这里来吧。然后冰住之后，你这个冰鸟是抽一张冰鸟到我这里来吧？没有呀。不懂，我看我等会儿就知道了。前面那个就是冰住对方，然后反正这是跟冰鸟的，是再洗一张新的是吗？我懂了，就再额外给我一张冰鸟是吗？我懂了，应该是再给我额外一张冰鸟，就我再多一张冰鸟，再洗一张冰鸟在你的卡牌之中，就是再多给一张冰鸟在我的卡组里面。他不是把你 recall 掉，他是直接再洗一张。可以多一张吗？武功有什么用的？你直接被我的魔法杀掉了呀！你是不是憨憨啊？你是不是他妈憨憨？他拿啥跟你打呀？投降了吧！裂了！八连胜，宝贝！八连胜了吗？不行，想出都难。我差不多拿到九连胜，正好十二点下班了吧？感觉，有点出神。九连胜正好十二点下班，我觉得好像还逻辑清晰，你们觉得呢？太顶了这个卡牌！
有没有说法，兄弟们？太过分的话，算了算了算了。没牌可以上，不上。什么阵容可以克你这个阵容？这个东西太变态，催化神石。想一下，刘哥。不知道，这道好像有点无敌。有点无感，越到后期越无敌，主要是。越后期越无敌，只有可能前期把你打爆。太公，这个回合我想用这个的话，跟他一样，互相死掉，再抽一张卡。就用这个。他跟你一样的卡组这一把。对。一模一样。Look out for Reavers！ 大家同我跟他同卡组，看谁运气好。看谁懂运营。攻守交换，直接跳费。两张，直接跳费，不动，直接跳费。内战必须跳费，打他个措手不及。哦，这个人好像有点东西，他跟你好像志同道合了一下。Everything same。哦，九飞卡。哦。好像有点。这逼他妈拿到两张催化神石。他跟直接给你这张结了，他肯定要结我的。Kill a unit。打内战玩牛牌 ，nice。你看，我就知道他用这个，直接 kill a unit， 只有可能。他还有最多只剩两张了，还有两张。如果他带三张情况下，他最多还有两张这个牌。对。我他妈跟你慢慢玩。这个是所有慢攻，没有卡牌就没有不用上这个。我想把它用算了，我跟他慢慢玩。还有个催化神 ，nice。The spirit of winter。没事。六杠七可以解。还再加一个，加一。四滴血，然后一个五滴。Strike them down。然后这个大，可以破他大吗？哦，你还有个那个可以。他肯定要用不灭之握吸我。有个 spider 可以破他。他肯定不灭之握要吸我，百分之百。我分直播。我的牌没用了，他不出牌的情况下，你这些好像都没得用。先干他，直接干他。要用不灭了，这个。哦吼，没有，不应该啊，他没带吗 ？Who's Wind Mother's call？ 操他！别切，他要召唤那个了。他如果有那个盲王什么的，应该就下一波就提了。哎，这怎么召唤这个呀？裂了呀！我要想想怎么打了。这牌都没怎么用了，一滴血感觉可以。没用。我这回合十一点都没用。我先不用这张牌，我就先解场，解到他的牌都出的差不多了，我再来日他。但是他有不灭，还有一个，还有两张 unit， 就那个 keeper unit， 这是什么？Today we fight as one。
好，这个用一个，不灭还有两个，然后那个还有两个，吸三滴，那这样子直接打你脸了，他直接打你脸了，弄完这两个直接打你脸，两滴一滴，或者你直接全部清场，清场没意义。十二分，你去下一个。我这回要扛他了，扛了呀，这回扛了呀。OK。叮叮叮叮。哇，还可以，舒服。他招了一个这个十一放生。直接解掉。我想想，别急，我在想，我攻他可以挡对吧？大概两个都可以给我挡了。Follow my blade。攻。而且你这波还有冰鸟的蛋。This is our homeland. 冰鸟的那个技能，应该是先把它给弄掉，然后挡这里。咚咚。Rend the skies. 查一下这两个。拜拜。他会用全清的技能把我全清了。全清？对，他会用全清，他会扭掉，把我扭掉。有清？对，一定是把我扭掉。Kill all units。他冰鸟跟蛮王都没上过。他必扭掉我，不用想，好吧？他的冰鸟还有。See the Devastian border from here. 这应该是后面加的场。直接给他吸了。血可以直接吸。不用这个，用这个。用这 AOE。不用吸，用 AOE。我跟他打他妈脱胜局了。一模一样的卡住，基本上。我跟他卡住一模一样。基本上一模一样。应该是裂开，你现在应该都会随机到很多水宠上去了，那种高费水宠，因为你水宠没有很多那种低费的。老子直接。这应该要留着吧，里面就一个，留着不能上头，因为他肯定还有那些怪高费怪。哇，杀他了，十二滴血，他十四滴血，他招两个。完了呀，别招那么多呀。难道说 kill a unit？ 他他妈会死吗？你还有一个。他只要没有全扭我就把他杀掉了。全扭用过两个了。对，他用了两个了。最后一个，只有最后一个了。他有吗？他还。除非他带三个，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全扭掉了，是全扭吗？这应该是全扭。哦，是 Q A image 就一只，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这个直接打那个打脸，十二滴血。
然后这个再复活。他死了下，他死了，他死了。哦。你那个秘术被挡掉了吗？啊！你那个秘术被他挡掉了，好像。哦，他是当场直接复活，就是哇，他直接复活在脸上吗？他不会说等下一轮再复活。我是他哥哥呀，没事呀，还你这波你这波招出来，他还是得裂开。那他万一又有全牛的呢？我偷他猪头肉。你的 Q 用的感觉可以用了，差不多了。还好，五只，两滴血。可以把他那个弹掉一个。我诺亚塔，我他妈也掉一个呀！嗯。完了，草率，我他妈也掉一个呀！嗯，还可以，不灭，你有三个不灭啊？我他妈也掉了一个呀！这不灭感觉可以把他那个塔再弄掉。我这回欧影他会死的呀！两个鸟蛋，一个鸟蛋，两个 units， 直接把他那个凤凰是不能 block 的。我只要再杀掉他一个，他就没了。对，他只要少上一个 unit 就可以全干掉。想啥？想啥呢？那只能units with two or least。 哦，你这个不能上，他那个两费两攻击不太行，只能打这个，他那个是专门只防那个以上以下的。不灭，我操，跟他换了吗？你有个 unit 不？你可以有，你有一个直接可以杀他的 unit， 对，就这个 kill all unit 啊，这个是 kill all units。不对，七滴血，有点七滴。他有个格挡打不死，也就是他有十一滴血，十双，炸了呀！哎，有这个呀，还可以啊。你有个，他应该还会死。这是你谁的？看一下。我回口血。我操，这他妈的，这脑子里要想好多东西，我想想。那不，妈扭了吗？扭了你就没怪上了，他好像也没怪上。扭了他炸，好吧，扭了，说实话是他炸。他好像扭了他炸，对，他两个冰鸟，他两个冰鸟都是变过身的，再加上那个，他两个冰鸟都他妈变过身的，扭了呀。他两个冰鸟都他妈变过身的，我肯定有了呀。
他两个冰鸟变过身吗？对啊，他是可以复活的呀。变完身还能复活吗？你不知道吗？我吐了。你有不惑呀？你可以解的呀，没事呀。哎，你不是有另外一个可以出场？我吐了，没了呀，输了。你看第一张牌是什么？输了。输了。又没来牌，哎，他又来，他他妈抽到这种东西了，又没了，能不能苟一下？四加四等于多少？四加四八十五点血，苟不住了呀，15点血苟不住了。4+4，我想想啊，好像还能苟，好像能苟，还可以再把它吸掉，能苟吗？好像能苟。梦碎西雅图，哎，很想给大家打个十连胜，说实话，但是奈何技巧不够。没了，输了，不看，这不是很伤心的。你完了。没冰鸟呀，我哪来的冰鸟？哪来的冰鸟呀？没有冰鸟。演的真实。哎呀，我哪有冰鸟？我哪来的冰鸟？我冰鸟被他搞了呀！我哪来的冰鸟？我有冰鸟吗？啊！不是我不上冰鸟，防守阶段不能上冰鸟，冰鸟他妈 counter block 好吧？冰鸟是不能去格挡的，冰鸟的牌是叫 counter block， 不能上，防守阶段不能上，防守是不能上的，冰鸟只能进攻阶段上。输在哪里？输在我那张扭，你们当时都在让我扭，不能扭呀。他冰鸟扭了之后，他还能复活两只冰鸟，我没拦了呀，没拦去，我扭完之后没拦去杀他的两只冰鸟的蛋了，炸在那一波，我场面全死，他也死了，他还留了两个冰鸟。懂了吗？没有演，妈的，我是绝对不可能演的，好吧？那、啊、我好烦，这是什么 ？When you stun or recall a unit, grant me 加二加零。他是打被动的，就是他要被晕了之后才会有加。这个。哦，这个眼睛。对。哇、哦，还能提前知道效果，我操，好屌！啊，这张牌他妈逼不好解他呀，兄弟们！先上去看这傻狍子会不会守我。这傻狍子守我，下回合可以杀他的逼，这东西。这逼没了，下回合吸他。Four.
催化神石。但我还是想吸他，掉两滴血还是吸他呢？不管了吧，先催化神石好吧。先不管，先催化神石，先跳废。哎，哪个狗眼？哎呀，上把是真没眼。上把哪里打错了吗？就冰鸟那里打错了，好吧？还有什么地方在演？本来说赢了就说了不看，然后说十连胜打我是如果真的十连胜，我还挺想看的，好吧？十连胜不了呀，真没演，他妈谁在那演呀？嗯，妈输了就是演，我操，真是醉了。打假赛不算蛇皮，他妈输了就是非假赛，只能赢吗？真没眼，说没眼就没眼，我气死了，我裂裂了。Underestimate, I dare you. 好气，这逼是个召回流的，这是他的主角。对啊，他那张就是一直可以给他加，无限加工。对，但是他要有触发的被动，什么冰晕啊那种什么的。我想想啊，给不给他吸了呢？给他吸了还是上怪呢？想想，上怪把他左边的砍了吧。Our strength is yours. 上怪吧，我觉得上怪稳一点，好吧？道理是这个道理。按我这水平不可能输，就是演我什么水平？我晚上七点钟才玩这游戏，还是个英文的，啥都看不懂，我啥水平？烈烈，第一次看到有人昧着良心来夸我，我他妈也是醉了。昧着良心来喷我的见了好多，昧着良心来夸我的也是第一次见，精彩。Stand together. 嗯，而且画完了四个飞机啊，谢谢。哦，德莱文，德莱厄斯，我想扭了，兄弟们。他这个英雄要在你主攻十滴血的时候才会升级。我想扭了，他升级才掉。啊，扭了。扭了，直接扭了。又可以扭了，不急。Where's my axe? 他没了。The world waits, begging for dominion.真的没了，这回合用妈妈的呼唤，下回合再扭，游戏结束。我这直接妈妈呼唤。我不能用，等会再用。好，妈妈的呼唤。这东西太不要脸了 ，so fucking 变态。Ready， 他这个不处理啊。Let the blood set begin。两张都要走。没有，这是武功的。
叮叮叮叮，讲给这逼直接他妈一扭，你知道吗？但是没必要，可以扭，但没任何意义，你懂吗？可以扭，但没任何必要。思考一下，好吧。我想一想，这会有没有什么打法？给这逼吸了。Attack！我玩的这看不懂吗，兄弟们？这是英雄联盟手游呀，不是英雄联盟的那个呀，英雄联盟的卡牌呀，英雄炉，英雄传说，懂吗 ？Let's dance。英雄传说这是，这个好玩呀。Kill damage the unit， 他把老子杀，把我这杀了，有点烦。没办法，解不掉，将就了。斩杀，这人有斩杀。我想想，回不回这个血？不回了，下回可以有13费。这血不急着回，好吗？又来一个斩杀。两个斩杀，那他没了呀，最多只有一个，没意义啊！斩杀，他用这种两个斩杀来斩你，而且你还是会复活的，他马上死了呀！必炸的这个人，这又回来了。哦，可以无限斩是吧？哦，我懂了。那就直接给他一波干了呀！我直接给他弄了呀！我蛮子不攻他，我又要被他斩杀，不然我蛮子不能打他。不然我要被他斩杀，我把蛮子留着，他可以斩残血怪，我下回合让他死。我下回合让他死。他下回合必死。手游的消息我没有，兄弟们。但手游感觉应该还要一阵子吧。现在唯一出来了的，今年发布的几款新游，这是第一款卡牌。我现在心里给这个卡牌8.8分，这么高？对，8.8分很高了，很高了，很高。因为我玩过炉石，我感觉这款做的从画风、做工各方面上面来讲，这款现在还比较顶。游戏结束。
投了。这游戏在国服上线，那个排队不把你们排得天昏地暗，我把自己二头子剁掉。这游戏只要在国服上线，他排队不把排得天昏地暗，我直接自己自剁二头子，自己剁掉。这么高的评价？不是，这款确实做的还可以啊，只是现在英文看不懂，国服又没上线，真的挺好玩的呀。这撸啊撸官方的 Riot 出的那个英雄联盟他妈卡牌呀、啊、LOR 这游戏叫他妈 LO， 兄弟们，这游戏叫他妈 LOR， 跟 LOL 就差一个字，这游戏能不屌吗？你们在想屁想桃子呢？你们是不是在想桃子？看不明白你玩就明白了呀，你一玩就会。哎，我怎么不攻他呀？两血伏笔。这是干嘛？稳 N 什么什么 Ally attacks revive me attacking what the fuck？ 我还知道伏笔，大哥，我炉石传说最高的时候400多名吧。谢谢杀手小走他送的飞机，谢谢小天，这把打得好吗？打得 IPPR 输了这把，但是天打得应该蛮好。小天打得怎么样？我他妈炉是最早一批玩家，你们在说什么呢？神力米好像都是个传说，我记得玩炉石、啊、这么猛。对，就神力米就好像都是个传说，我也是不太能明白为什么。谢谢受限无的小死丸。小天尽力局吗？Summer three unleashed spirit 什么意思啊？ I don't fucking do that。 我跳费，我不管，我跳费。他拿什么攻我？哎，凤凰来了，登场。
可以，等会儿看一遍太乙真人好吧？他妈的！哎，不然你们这样一直在这叫，妈的！今天本来我今天本来就已经看过了，我看的时候就说了，看了就不能一直在这叫，就一直要叫，烦得很，烦得很，就老是要看这种，就把我形容的很他妈憨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他妈很正派的人，我他妈十九岁他妈一个穷苦少年，网瘾少年，背离家乡，背井离乡，兜里揣着五百块来上海一路奔波成长，嗯，打他妈那么多年联盟，歃血以骨为石，以血充饥，你妈一路过关斩将，终成一代杀神。一代上单霸主，退役之后不忘初心，继续他妈征战梦想，执教战队，执教 YM 三年亏损无数，却始终没有放下我的电竞梦，三过 LP 而不入，仍继续战斗，虽没进但犹荣，创造无数天才，然后现在他妈打得好的一逼，然后现在想把他们买回来花五倍的价格，但也没有机会了。一个如此励志啊，今年还有可能逐梦成功进入 LPL 的一个这么正面的人物，一个这么铁血硬汉，他的名字叫什么，一个这么如此铁血硬汉的人，老是什么烧猪，老是他妈逼什么他妈太乙真人，一袭长剑，一柄长剑，一袭白衣，我操，真的是烈烈，搞点好的呀，去搞点他妈那种我很帅的呀，我天天看好吗？搞一点我帅的那种，我天天看，一天放20遍，在这里放，小得很，真的。他们是觉得你可爱呀。六六。你看弹幕都说你可爱的很。六六。快点刷可爱。可爱毛，你这个胖妹在这带节奏是吧？真的太过分了，太他妈过分了！你上锤石，你喜欢上他妈的锤石，喜欢上锤石，喜欢他妈的烈烈。All in。可爱，相信我。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跟我们。可爱？什么叫可爱？确实，这美颜。摄像头下看着是挺可爱的，确实挺可爱的，给你们看一下真面目好吧？喜欢，喜欢看美颜，别把那个别弄。不是，我说我可爱就很过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视频。你看他们说巨可爱。喜欢看美颜是吧？可爱啊，妈可爱，什么叫可爱？你大哥说可爱。叫他妈也可爱呀，说男的可爱是最痛苦的，你知道吗？根本就不可爱，凶的一逼，凶猛，威猛，好吗？威猛，威猛先生。哎，怎么没给他杀掉呀？完了，你要裂了，上滴血，给个信息。哎。这也可爱，这凶猛的一逼，好吧？我操！压力了，压力了，可以。什么时候去弄牙？明天吧。说的挺随意的。我从你妈去年还前年听这句话。明天真的吗？
这么裂开。哎，不是我的大哥呢？怎么这次一张都不来了呀？要裂开了，还有27张。现在好困扰的飞机，这什么东西 ？Reduce my cost by one for each ally that died this game。要死了之后才会有。Reduce my cost by one for each ally that died this game。这什么意思呀？是啊，他是没有友军主要是十人口的一张怪，但是他没有友军啊，他友军死了才会 reduce， 就是回，但是回、reduce? 但是没有呀，就是他这个要配合着其他友军用。Summer 2x copy of that ally there。我这个是会比他快吧？哎，这是快啊！先给他杀了啊！你在想桃子呢？嘿，小度，你在想桃子呢？The War Mother will unite us all。没牌了吧，贝贝？死一个警费，对啊，必须要死一个呀。他没了呀。不是我的大哥呢？怎么一直没来呀？我这把的大哥牌，好多酒费卡都在卡组里面。对，我的大哥都一张都没来，我这把靠小兵、散兵游泳给他弄掉了。这游戏是美服啊，在美，这游戏哪里下的？阿凡，所以我们在问。要有测试资格才能下。要有测试资格才能下。美服有申请的按钮，可以下去申请。去美服的官网。Kill the two lowest power enemy if an ally dies this round。他的两个，就比他更低两个的。对。要把这个上上来。Nothing escapes my watch。要把这也上上来。他应该翻不了我的盘了，讲道理好吧？这逼应该。他都射中牌 ，can block。他翻不了我的牌了。Attack！ 他死了呀！他死了呀！一滴血。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再见，再见。沙尤拉拉。See you tomorrow。打了十把，十胜一负。十一把吗？差不多，反正十一把，十胜一负。我是他哥哥。这个卡子太猛。这卡组太猛了，给你们分享一下好吧。有要去玩的，给你们分享一下这套卡组。这个是无敌冰控阵容。对，给你们分享一下。那你们自己要拿起手机赶紧录好吧，拿起手机赶紧录，我慢慢你们记名字，我拿起手机慢慢给你们录。对，你们拿起手机自己拍视频。下载和攻略，我们到时候都一起发鱼吧自己写吧。可以。下载连接和攻略，到时候我都让他们发鱼吧，好吧。对，然后卡组给你们看一下。OK， 搞定了。Hello， 嗨，你们好。哎，兄弟们，对我溜了，对，给你们看一遍。哎。